对，小孩有他们自己的这个生活空间嘛，都有都有，都大了，小的是还小孩子了，对对，大的已经独立了，忘了过去那些不好的事情。不会不会，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真的啊，对，从来没有。人生就是这样，在越遇到挫折的时候，要用微笑来面对它。对，这个是最重要。没错，一起来合唱，忘了你，忘了。好，还是我唱就好。不，先哥们，不要呀，我们要听王杰唱。听听这个王氏的这种哭腔。对对对，忘了我。好，来来来来。你说要走，我不想回首的时候，爱情终究是一场空。谁说我俩的过去精彩不言中？别忘了我曾拥有你，你也曾爱过我。当你留给我我不想接受的伤痛，爱情到头来还是梦。别说我俩的世界有太多不同，只说你已经忘了我，你就要离开我。谁能够告诉我，我是否付出太多？就当我从来没有过，还是消失在我心头。谁真正提醒我，我的爱没有把握？就当我从来没有过，还是忘了你。有没有看到整个摄影棚啊？你在唱这个歌的时候，所有人是没有一个人嘴巴停下来，真的吗？对，然后在吃东西，这可爱的妞儿唱超大声的，真的。刚刚就讲了，哇，这王姐真的是经典。对，还是有点紧张，好久没有拉着我的手跟我说，哇，好经典的人物。哪里？人的一生当中能跟他在一起，纵使只是一会儿，都是快乐。真的吗？后面那句，谢谢，谢谢，我喜欢这样子。我喜欢这样，没有看到，不用夜长梦多。他这个王氏的唱腔，对，开创了一种不一样的内容，嗯，哭腔。你以前唱就这样吗？还其实我那个不是哭腔，很多人搞错了，那个是因为我常常发现很多歌手唱歌都会，比方说为了爱，梦一生，为了爱，因为如果这样开演唱会的话，那个嗓子。两首歌、三首歌就没掉了。哦，对，以前张学友他也不知道，这个我要学，这个我要学。对对，以前像张学友他们都不知道这个问题。为了爱，一声张不行。没有，其实他是因为你这样一直吸那个空气会进去声带里面，呛到。所以我们都是，其实我那是为了爱，我是那种，这但是你要吞的时候，对，你要吞的时候，你其实下一个音已经出来了。对对对，就比方就直接找一个歌稍微示范两句。你说、啊，比方说一场游戏一场梦，一个为什么都变得这样了？又说什么在一起？其实我已经吸了，只是你不知道。有那么严重？又不是周华健。啊，如果没有吸到的话，不就？对，其实习惯性的问题，其实在肚子吸啊。爱香水纷飞，喇叭又一次也是那么夸张哦，人家是那种这样吸下去的。哦，对对对，小口的吸，小口吸啊，对，小口吸，很有技巧的换变成一种特色，试一次看看。来，你试一试，我连唱都唱不好了，我还是吸一小口的呢。哎，然后唱。哎，这个声音很暧昧，晚上不能听。那你说在加拿大，你因为自己会一个人嘛，总是要自己弄东西吃。军事院刨除，那因为我那个前妻是完全不会煮菜的，而且他一煮菜啊，全世界小朋友就要哭的跑。真的，来煮个饭，我们看看他。哎，看一下你厨艺怎么样？哎呦，哇，厉害了！这个是算是一个考验哦。怎么说你知道吗？我们出了一道菜，它有标的物，它可以炒。对。今天偏偏来了，问题就来了，食材摆在这里。好。
我们直接出题目，来来，你来出好了。先煮一道豆干牛肉丝，好不好？你晒死。豆干在这边，我豆干它就是一个小问了。对，因为我们的肉没有腌过，你知道吗？嗯、所以我待会只有用另外一个办法去炒它。哎呦，对，还有另外一个办法。这道客家是要炒，哎，好吃啊，好吃的，好吃的，这好吃的王家小炒，王家小炒，酱油，酱油，我们酱油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这个是什么？麻油。哦，麻油。麻油，哎呦。好，那我们有概念了。这是糖。好，糖。糖，这个是盐。Sugar。好，这样。哎，我会的哦，不是不会哦。哎，这个要腌一腌嘛，意思意思弄一弄。腌一下，该不会要两天吧？不用不用不用。今天时间的关系，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猪肉之前先腌了，所以我们就用一个办法，就是要先炒。你不是说炒一点而已吗？怎么整坨肉都下去了？因为怕浪费嘛。哦，对啊。然后呢，因为猪肉比较会有细菌嘛，所以我们要炒熟一点点。哦，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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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牛肉就还好，牛肉就还好。哦，对。因为呢，我们那个肉没有腌过，所以我们就把它丢旁边。就让他自己先入味一下。对，豆干我没有。它一个锅子两个功能呢，一边炒肉，一边豆干，干丝跟这个辣椒什么都来了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个厉害，好，这个厉害，这一看就知道。我跟你讲哦，我这眼尖的人呐，一看就知道在加拿大住过。哎呦。对嘛，这一看就是行家一出手，有没有？对对，其实我真的在家炒就不是这样的。最后的时候要起锅之前呢，大家记得要把那个酒再倒一点点，再加一点酒。对，哎呦，好 man 哦！哎，我以前做过厨师的，但是不是大厨哦，就是大厨旁边洗菜的、那个、助理助理。对对助理。哇，如果你能一边炒一边唱，就更嗨了。威龙，来来来来来，没有没有，那个一场副歌，一场游戏，一场梦，来来唱。为什么在？哎，手要动啊！说声再见。江山，那我们可以开始来食用了，好吧？我们剪刀石头布，输的人吃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先来吃了。试试看，他这个真的厉害，真的。你来讲，干丝配肉丝。哇哦！哎呦！哦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胖呢？这是又怕到，稍微等一下，表情。